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昨天一起学习到52页，这些与会的德尊普贤的大菩萨。他们为教菩萨做阿舍利，他们是大菩萨护念小菩萨，指导这些菩萨去当众生的阿舍利呀。他等于是去培养老师啊，让这些老师再去教化，所以他们是都是学为人师啊，行为示范啊。这8个字，老和尚总结《大方广佛华严经》，而《无量寿经》啊是中本华严哦。所以这8个字，修行的重点呢？要这么样啊，自我期许啊，要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也是老和尚常常说的啊，要做榜样啊，为人演说。我们有这样的心境啊，那自己一言一行啊，一举一动啊，会常常关照了，跟经典相不相应啊？的下一句，常习相应，无边诸行啊，这相应2个字。很重要了。师长常说，我们学佛，学无量寿经，像不像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相应到什么程度啊？越相应越像了。所以要有这一份心境。为人演说，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心境。儒家也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啊。我们自重了，自爱了。一个人这样自我期许，要为人演说啊，那这个是真正有责任心的啊，这个是菩提心哦。念正法得久住啊，给大众对正法有信心，这个信心要扎在哪里啊？要立在哪里啊？要立在我的一言一行啊，我做出来。让大众有信心，这个是自重，自爱了，有自我的期许了。那我们学无量寿经，这每一句啊，我们是要把它变成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相信我们长期听师父上人教诲啊，重复频率很高的，这是其中一句了。有理有事啊，今天
啊，这一句大乘经教的义理，哎，我们怎么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事上？哎，会学的人呢，他可能听一个理呀，他就体会到老人家的用意了。哦，老人家讲礼敬诸佛，这是礼呀，道理了。怎么做呢？哎，老人家进一步分析了。什么是诸佛？一切人是诸佛，一切事是诸佛，一切物是诸佛。所以对人、对事、对物都要礼敬。老人家进一步更具体讲，比方说这个桌子，情与无情呢，同源种质啊，这个是无情众生，他有法性啊，要恭敬啊。那你恭敬他，你不是每天给他礼拜啊？那你学成这个样子的，人家说我们脑子不正常啊。怎么看一个桌子在那拜呀？你恭恭敬敬的用它，不要破坏它，用完都把它擦得干干净净，这对它的礼敬了。我们听老和尚讲礼敬诸佛一段了，那我们能不能在听其他的经句的时候，也能变成很自然的？拉回来，我怎么落实在人事物上？我怎么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些情境上？哇，那我们就变成一个习惯了，理事不恶，理事圆融，不会呢，听了道理了就没了，没有事项上的落实了。养成一种很自然的习惯，理事不恶，我们是要入不恶法门了。假如理跟事是恶了，那就入不了不恶法门。自他是恶了，那入不了不恶法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为教菩萨做阿舍利耶。那承德初学佛，听老和尚讲《无量寿经》有一句话特别有印象，要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我当时候听了觉得很高兴，高兴什么呢？因为我中文很差，我也写不出什么人生剧本来。现成的不用写啊，我是高兴这一点。但是真正落实起来，不简单了哦，这每一句不简单了，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哇，得一直提醒自己了，要忍住那种对立批评的习惯了，但是因为呢，老人家这一句开解很具体，让人印象深刻。无量寿经是人生的剧本了，要这样照这样去做，照这样去演了。那对于每一句自己会去思维了。那是剧本了，那怎么做出来呢？而且老人家在讲解经文呢，都讲解得很细致，也指导我们每一句怎么去落实了。那尤其我们想到他老人家常常讲，而且还是讲过专题，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我们君亲师的精神
常常放在心上啊。哎，那我们在扮演每一个角色的时候啊，哎，真的可以啊，行为示范哦。哦，那有可能，我们亲戚朋友，哎，慢慢感受到了，会被你带动起来哦。哎，他也开始发心了，学佛了啊，弘扬文化了。哦，那他变成你护念的一个对象了哦。那虽然我们做的还不够。哎，我们也在护念别人，弘法利生呢。哦，所以佛法就是生活啊，这每一句其实都可以落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呢。哦，哎，像下一句经文了，啊，常习相应无边诸行啊。念老说到了，彼此能相契相合，称为相应。比方说，你所观的境，外在的境界，和你的智慧相应，就叫做啊，境智相应。啊，境智一如啊，相应了。你能理解五蕴皆空，这是属于智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万法皆空啊，这是智慧了。五蕴色、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其实物质跟精神刹那变化。没有一刻停下来啊！老和尚常常说的，一弹指有几个念头了，32亿100千念了，怎么会是真的呢？真是不变的。你看他念头变得那么快，那物质的变化也是那么快啊！因为物质是念头相续产生的幻象啊。哦，好，那若你真把所对的境看成空了，那境跟智啊就一致了，就相应了。那不生烦恼了，都是假的，不放心上啊。那反过来看，你说我照见皆空了，可是讲经少了一点呢，马上就不高兴了，那就代表对讲经很在乎了，那就不是把它看明白了，都是假的，何必当真呢？但是还是没看，五蕴皆空嘛。哦，所以你这个境啊，这个境就是讲经啊，一点也不空了。哦，那这个就不能称为相应了。好啊，所以我们每天啊，比方说读《金刚经》，啊，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然后小朋友。做了哪一个动作，哇，我们马上暴跳如雷啊。哦，那这个境跟智就不相应了。好，那进一步啊，黄老讲到密宗啊，特点是三密相应。所以密宗啊，也称为相应宗。修密所以能极深成佛，
就是让众生的三业顿同如来的三密，所以它属于顿法，很快的顿法。那黄老在这里讲有道理啊，因为无量寿经它是密教显说嘛，所以你看经文里面就有相应啊，那如来有身密与密意密，那众生有三业，身业、口业、意业，所以密法的特殊方便之处，是使众生的三业顿然相同于佛的三密。那他具体修法怎么修啊？身结手印，结印。口呢，持诵真言，那称名无异持咒啊，教主即是本尊，这个也是夏老用心良苦啊，静谧不二，心中所缘的是般若，般若是智慧哦。那姜卫农居士，他给《金刚经》做注解，《金刚经》讲义啊，他有一段话很精辟哦。他说到：“持名念佛啊，我们持名念阿弥陀佛了，暗合道妙啊。”道是本性啊，真心啊，跟本性相应哦。我们一般讲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呢。在念佛的时候很专注，没有其他的妄念起来啊，这叫因无所住。我们一有妄念邪念起来就住在上面了，没有，没有，没有住在妄念上，因无所住。可是又一声接着一声阿弥陀佛，叫而生其心，真心的状态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因无所住是清净即灭。所以极而能照，照是而生其心呢、念得清清楚楚啊，心里没有妄念、所以暗合道妙啊，巧入无声啊，金刚经这个境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无声的境界，无声法忍啊。你看我们就持这个名号，老实的词啊，就可以暗合道妙。所以这个法门呢，很殊胜的。然后所以这个法门的特色很稳当，很容易。而且三根普胚披啊，还有一个就是妙，暗合道妙，还有又圆又顿。所以是顿法，密教显说啊，也是顿法。所以姜卫龙居士说，持名念佛，暗合道妙，即是行深般若啊。我们很熟悉这一句经文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其实老实念佛的时候就是行深般若。
无意念实相，跟念实相没有差别的。所以这个法门，尤其持名念佛从事持达理持事相老实念这一句佛念着念着就从事念就入了理念了。即凡心成佛心我们凡夫心老实念佛，念念念，就契入佛的境界了。所以为什么老法师一直在举海贤老和尚的例子这不识字老实念佛你看他老人家说了，我什么都知道，这个话能讲吗？不是这个境界，讲这句话是要堕阿鼻地狱的，这不是开玩笑。我什么都知道，那已经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了。你看他老人家走得多潇洒跟学生说快干完了，干完我就不干了。那当天他就走了。而且自己还敲影镜寺里面的弟子都听到了，隔天一看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他老人家走了所以老和尚也是赞叹闲工起心动念所以常习相应无边诸行师长讲经也常常劝我们，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相应我活在这个世间干什么？那帮阿弥陀佛招生这样相应了我的心里也是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责使成佛。我也是一切皆成佛的心跟阿弥陀佛相应了所以老和尚教学很善巧怕我们感觉老和尚强迫我老和尚很柔软他不强迫我们他建议我们早课念四十八愿晚课念32到37品，这是体恤我们生活的状态家庭有责任工作有职责时间不多一下要求每天给我读一部，不读不行下次不敢来听了，有压力了。读这个好像可以哦。但是这个方法我们可不能走形式了交作业了交完了念完了这个有深意的这个早课就让我们念念就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念入心了，变成自己的心境了，变成自己的愿了，这样就相应了。那晚课要反省这几品经最重要的有让我们要不犯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因为要持戒念佛，持戒才能心越来越清净清净才能感佛土净所以净宗的祖师们都特别强调要持戒念佛那透过无量寿经尤其第35品的具体指导我们不能犯这五戒的行为好。
哦，所以这里提到了密宗啊的修法啊，众生的身口意啊，能够啊身结应，口持诵真言，心呢圆的是般若智慧。啊，能这样三密齐修的人呢，很不易得。那从一个密下手也可以啊，这也就是净土中的道理啊。你就念一句佛号，就是从一个语密下手啊，也能相应，也能即身成佛。哦，那海贤老和尚离我们很近哦，他是极深入了法身的境界哦，他也是极深成佛啊，分正即佛。哦，那但当你成佛的时候啊，其他两密啊也自然啊，哦，就相应了。啊，因为入了佛的心境了，啊，其实我们听老和尚讲啊，戒是佛行，经是佛言，啊，禅是佛心。那请问，禅跟戒跟经是三吗？哦，所以佛门常说一而三，三而一啊。哦，所以这里提到了啊，当你啊，啊，你从语密成佛了，啊，那其他两密啊自然相应了。好，哦，我们接着看呢，啊，经文说了啊，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善根者啊，这个解释的很清楚啊，指的是自己身口意三业所行的善。而这一切善呢，坚固不可拔。那不是说你行善，人家一说几句啊，你就退心了，不想干了，那就没有根了啊。这坚固而不可拔，叫做根。啊，所以佛经当中呢，一个字都有它的含义了。啊，再一个含义啊，他能够出生妙果，根深蒂固啊，就能枝繁叶茂，就能开好花结好果啊，所以能够出生妙果啊，因为修了善，还能出生其他的善，还能结出啊很好的妙果。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很真心去帮助别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能有不少善根呢，因为在帮人的过程呢引发出来了，所以善能引出其他的善根出来啊。例如戒能生定，定能生慧，有福能生般若光，因为善事引善事，能出生于善，又能结果，所以叫做根。根不只是稳固的意思，你看
所以善根呢有生故，有生善与结果这些啊意义义理啊在里面了。哦，那所结的果啊，应该辛勤培育，使他们成熟，才是圆满的。哎，你结了果了，还没到成熟啊，你把它摘了，好酸呢，好可惜咯。哎，所以结了果还要什么？还要让它成熟啊。所以送佛还要送到西呀，这个才成熟了。所以做好事啊，要很有恒心耐力啊！你帮一个人啊，帮帮帮，他走到一半啊，他有点反复了啊，你没耐性了，不干了啊，那就前功尽弃了。哎，哦，所以老和尚也给我们表演了，好人做到底啊。送佛送到西呀，啊，还劝导我们教导我们62年多少有缘的弟子啊，就是在他老人家这么有耐心的教诲当中成熟了。62年嘞，所以会中啊，诸圣啊，都在帮助其他十方无量无边菩萨啊，去成熟他们无量无边的善根，使之圆满成就。于是啊，无量诸佛对于会中这些大菩萨共同护念，叫保护意念啊，这是必然的嘛。你看这些大菩萨都帮助无量无边的菩萨，跟佛的心完全相应了。大家看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看到地藏菩萨高不高兴啊？你看看到这样的大菩萨，佛都放光啊，是吧？你看地藏菩萨都讲到了，他今天能这样，都是有佛的加持，当时候好像是普贤菩萨还是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得到佛还有大士护佑加持所以这个佛一定是护持这些大菩萨的。那真的了，我们心同佛菩萨了，我们真的去帮助人的时候，这佛菩萨都加持我们，我们跟他的慈悲心相应了。所以观音菩萨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啊，跟诸佛的大悲心相应了。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他随时能体恤到众生的悲苦所以他能千处祈求，千处应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想想，我们身为老和尚的弟子他老人家所做都是为了众生哪个弟子体恤到他的苦心，尽心尽力做这些事，他老人家能不全力支持吗？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当弟子的不能说偏心那不是老人家偏心了哪个弟子全力干他
干八分他支持八分哦，啊，干十分他支持十分嘛，那是应激嘛，哎，啊，这个时候说老人家偏心了，那就麻烦了，啊，你还误会老和尚的话，你跟老和尚的师生缘就被自己给影响了。啊，所以不能常常相信自己的感受跟看法，哦，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看法，哦，要对过来人有信心啊，啊，老和尚是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最后一代了，这样的名师不容易遇啊。我们要护好跟老人家的师生缘。好，那净影疏说了，护念我们，啊，让恶事啊自然远离，善事啊自然增长。我们每一天都听老和尚讲经，一天都没有间断的，就可以感受到了。间断不行哦，间断几天呢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好，哎，每一次听经，我们都感觉自己正能量啊在提升。你正的能量提升呢，恶事啊，恶的能量就跟你不相应了，哎，它就会慢慢就远离开来了。哦，那一天遇到一个企业家，他说念佛很好啊。他说：“我感觉我交的朋友都跟以前很不一样。”他的念佛心、善心就赶来善缘了。啊，你每天听经都是正念，恶人恶事啊不相应了，自然远离。啊，善事自然增长，所以慧中大士啊护持。无量无边的菩萨的善根，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这些我们与会这些大菩萨都得到十方诸佛护念，啊，让他们呢尊修普贤之德，好，所以这一品经叫德尊普贤第二。所以这些大菩萨也都得到佛的加持，啊，当然我们也相信啊，这些大菩萨也会以身教、言教、啊净教啊，来带动跟他有缘的人也修普贤行。这个普贤行重要啊，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所以我们学这一品经呢，要把普贤行变成我们处世待人接物、生活工作。哎，我今天进单位了。哎，我们要礼敬诸佛啊，对人、对事、对物，啊，公家的东西不浪费，很爱惜。哎，落实礼敬诸佛，哎，称赞如来，啊，团队，啊，谁这个用心特别难得，啊，考虑的很细致，啊，哎，都没有人发现，哎，我们来赞叹。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称赞如来。啊，广修供养，啊，这件事很重要，没人干，哎，我来承担，哎，这个就是供养啊。哦，这个单位里面好事啊，都是别人的功劳，都是称赞如来随喜功德。坏事呢？坏事自己承担，忏悔业障。
行人真罪呀、啊，有不对，哎呀，是我做的有不到位的地方。哎，这普贤行没有离开我们的工作啊，处事待人呢、啊。哦，那我们学这一品经啊，就有很大的受用了。好，啊，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